是新的一年，然后今晚上我就加一个汤吧，抓一只鸭子。慢点弄。这哪一个？怎么样？抓到哪个是哪个？嘎嘎嘎！快，再嘎嘎嘎嘎！抓鸭子。嘎嘎嘎嘎！这鸭子喂蛮久了啊，这个多少年？快半年了呀。也就也好奇那鸭子。这个鸭子呢，换个毛就比较好扯一点，这鸭头。如果是碰到刚换的话呢，就是那一只鸭子都要拔好几个小时。要嘞。头是最难拔的。对，我们农村呢，三个鸭子都是要先从头拔起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刚刚去寨子里面呢，叫表哥做了一点豆腐。下雪天不能开车去。所以只能走路去了。好的豆腐啊，你看，好的豆腐啊。你看它的肉，自己喂的肉，晚上煮的，它会补着的，很棒。谁呀？这是谁呀？嗯，给三爷爷吃啊。三爷爷，过年宝宝吃什么啊？过年宝宝吃什么？鸭饭。现在呢，我就要用啤酒喷一下。我觉得放啤酒好吃一点。放啤酒鸭。对呀、啊。等一下还要放那个鸭血是吧？嗯，鸭血还要放辣椒，先焖一下先，让它入味。炒鸭子呢，最主要就是放这个鸭血，不放鸭血等于没吃这个鸭子肉。我们记得是这样说的。好，那你泡很久就可以吃了。啊，看看，青椒包，元旦的。好。等他老了，这个老肉啊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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